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104年哦，8月19日，旧历7月7日，礼拜三。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中华县卫生局无先通知，就走去中华县内高中、国中、甲国小的健康中心检查，结果发现每一间学校拢有无合格药品或者是药材，比如是高达40%。苏迪勒洪台为着伤过惊人，予单咧生两个卵啊，惊到卵拢生袂出来，饲料费一工就要4-5万，啊拢袂堪咧，只好忍痛全部抬掉。新港国中第二校区哦，共受到苏迪勒洪台强风受损严重。球场的这铁皮厝顶更挑铁片哦，是得加规四格，校方嘛赶紧用防火线禁止进入。后来新闻首先哦，来看这彰化县卫生局针对学校的健康中心突击稽查，从检查到的这36间学校哦，竟然拢无及格。那是发现过期11年的淘沙药啊，过期10年的米球，就连洗身的器具嘛是照用。在学校，若是学生受伤，通常会到校内的保健中心买药啊。只是这药水或者是药物，是不是会当安心使用？中华卫生局这个月针对县内学校做稽查，发现竟然有36间学校的健康中心药品超过40%来过期，甚至还有过期10几年的药啊。当天总共稽查了1467项次，那整个稽查不合格的状态，大概是以药物已经过了保存期限，还有就是有些药物没有标示哈，这两项为最严重。那针对不符规定的一个产品，我们稽查同仁已经现场要求销毁。目前卫生局已经把过期药品销毁，告处也要求各校要全面换新的药品。那原定相关的这个药材药品哈，这个采购管理库存哈方面的一个会议。让我们各级学校中健康中心有所规范，希望以提升我们健康中心的护理师专业形象，以及照护学童的这个安全这个出发点，来保障我们所有学生的这一个权利。卫生局强调，学校健康中心管理人员都是专业的护理人员，对相关的卫生法规都有专业上的理解。只是校园相关药物的行政管理也无够，将加教处研商建立采购规范和库存管理的机制。未来也不定时派员稽查，确保学生的健康和安全。大转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后来，再来来看，这苏迪勒洪台过境，造成洪万江一处的这鸭场，规场的鸭啊，就惊无法度来生卵。鸭农因为未堪了哦，这逐工哦4-5万的饲料成本，只好是忍痛将这20000只的鸭全部杀掉。中秋节将要来到，当时制作糕饼、鸭卵需求的一波旺季，但因为顶礼拜苏迪勒洪台过境，造成彰化沿海饲鸭龙虾严重损失，卵鸭受到惊吓，生产鸭卵的数量大量减少，一天饲料费阁高达3万外块，一个月爱料将近100万，农民只好忍痛提早杀鸭。今仔中秋到欠卵，才咧未生卵，去予洪台拍。风旋落去，阿母惊着，阿全袂生卵啊！我一天的饲料食4-5万，阿卵2-3万，所以讲我袂用，我就爱掠去抬。我一天爱料超3万啊，一个月爱料90万，我哪有生卵呀？所以讲就是安无饲。专家表示，卵鸭受到惊吓了后，体内荷尔蒙受到改变，影响到生产，上紧嘛爱一个月的修复期。受到惊吓嘛，那它本身荷尔蒙改变的话，它的产卵率掉下去，然后呢，它整
整个就是说它卵巢会慢慢的走向萎缩，等到呢萎缩完以后呢才开始再慢慢恢复，这个时候呢大概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那这一个月时间没有下蛋白质饲料，那当然 不符合成本，或者这个鸭子它本身是比较老一点的鸭，它的产蛋率本来就不高了，那即使恢复了又只能恢复到以前的 80% 左右，可能不符合成本，所以呢它当然会决定说，哎，这个时候就把它当所谓的寡产鸭或者所谓的淘汰鸭把它出售掉。受损的卵鸭料看起来凄凉，对比边鸭肉鸭场的鸭鸭油菜酸水，和受损的农民心情更加难受。鸭卵的产量减少，牵动市场鸭卵的价格改变，是不是带动中秋应景的月饼起价，也受到民众关注。大中华新闻，陈文心、洪婉采访报道。新港高中第二校区义定地共受到苏迪勒风台侵蚀，防务球场的这铁皮厝顶哦严重破损，更挑铁皮哦拢落伫半空中，唔知影倒一天会落来去喊着人。因此，这学校就希望县政府这个在修的经费会当补助较悬的，和学校会当赶紧来维修。新港高中第二校区在这边风台侵蚀当中受到严重的影响，球场的铁皮厝顶被强风吹歹去，钢条啊更加是严重损害，用要落来铁片甲钢条直接吹挂落来，可能看到非常惊吓。因为这次的风灾造成我们的社区民众活动的空间的一个缺损啊，使他们在运动的空间受到一些限制。那我们也希望说县府这边能够大力帮忙，然后让我们的场地能够顺利的复原，谢谢我们的县府的团队的帮忙。嘛，拢欢迎讲要来运动吼，拢无所在通去安尼啦吼。啊，是经费真正吼需要咱的教育处吼全额补助吼，和这个运动场遮吼民众使用率高的，赶快吼可以完成那个风灾灾后的修复，让因大家进来遮，搁继续来运动。因为风台破坏情形真严重，校方在第一时间就将规区尤其封锁线。教育处人员会勘了后，也认为校区真危险，呼吁民众唔通冒险进入活动，将会诊勘灾的状况讨论后续处理的方式。会同财力组还有公务处相关单位来看这一次的苏迪勒台风哈，然后我们回去的话会依今天所看到的实际状况来严厉办理。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蛮危险的哈，那请民众哈现在最近不要进来哈，要注意安全。苏迪勒风台侵蚀影响到新港高中第二校区，初步修复经费高达400多万，短时间内恐惊阁真歹修复完成，对社区民众休闲活动是袂小影响。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一定为国外来的青年志工哦，是挂着目镜、提拐仔、打扮成老人的模样，体验这老年生活。因为行动不方便，大家拢讲会好好尊敬时代。马上回来。事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下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想看人气最高的戏剧影集，想掌握韩流明星的一举一动，想感受血脉喷张的刺激，每月只要99。你想看的高画质节目都在凯擘大宽屏，办再送超多好礼，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八月起全新四个 HD 频道，加值加量不加价。出门看电影怕人挤人，怕买不到票，怕看到地雷片，别怕，现在办凯擘大宽屏光纤上网，月租费全额可抵 Super MOD 看片金，上千部电影戏剧让你在家轻松看，免费看，每部都好看，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
想看人气最高的戏剧影集，想掌握韩流明星的一举一动，想感受血脉喷张的刺激，每月只要99。你想看的高画质节目都在凯擘大宽屏，办再送超多好礼，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八月起全新四个 HD 频道，加值加量不加价，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你究竟还在等什么？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录下整套影集，每月只要99元，快播0809-009-658。欢迎登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四，嘛是旧历的7月7日。根据这通讯的记载，明仔在位在正西方，好时是下晡1点到3点哦，下一个祭祀加安床。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苏迪勒风台威力真强，造成真侪树枝、树叶啊，大家安尼满四季。好比大家国小转校在书生甲义工，就来展现出学校的行动力。大家做伙合作，把风台过后的垃圾拢总扫扫起来哦，让学校会当恢复整齐。好比大家国小原本种植绿树的美丽校园，嘛伫这次风台侵蚀当中受到损害，未少树木倒去，或者是树枝压断，和师生真唔甘。但是为着迎接新学期开始，陆续有学生趁着返来学校的机会，做伙摒扫清理校园环境。虽然真忝，但是学生嘛真欢喜，看到校园慢慢恢复美丽样貌。好累了。累毙了，好久的嘞。那现在扫完了嘞，会不会觉得校园变干净了？有，会，而且很轻松，好久超值的。义工阿嬷伫风台过后，逐工拢来协助摒扫的工课，用疼惜子孙的心情，逐工拢到学校加减摒扫，甲师生做伙劳动，希望新学期有全新的气象。啊，咱想实在伫遮读哦，多在实在读册轻松啊。现在大家做，啊，都做啦，做啊，做啊，用着等于咱用用用用啦，那像做义工加减做啦。最重要，我们学校的损失是还好，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树木非常的多，那也造成树木绊倒跟折枝的情况非常严重。那我们陆陆续续透过我们学生返校，跟我们学生的课业辅导的一个学生，还有我们社会社区的志工，啊，每天到学校。一步一脚印的把学校整理的啊，就是为了我们要迎接未来新一年的一个开学。大家国小师生、义工、行政人员全部总动员，大家分工合作一条心，在灾后处理工作当中，流露热爱校园的情感，让人相当感动。多中华新闻，陈文清、何美采访报道。每年的暑假，福建乡西市社区总是有这阿多啊学生哦来到这，或者阿公阿妈是感觉真趣味。今年福建国际工作营哦，一挂海外志工就来模拟这80岁老人的身体状况，过来到超市买物件，体验时代变老的感觉。国际工作营的海外志工第七年来到福建西市社区举办，今年一挂少年人是来改造80岁老人身体状况，进行这一连串的活动加游戏。我现在这一次的体现，我觉得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就是趁着老人家看得很模糊，听得很不清楚，而且走得很慢，而且非常非常的累，尤其是那个腰部就是非常的疼，所以我就觉得当老人家真的有许多的不方便，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服务他们，能让他们在老年的时候
有更加好的生活。挂上目镜、手套、穿正甲，提着拐仔行路真无方便。即挂国际志工，搁来到超市翕相买物件，就有这简单趣味的互动关卡以及清查，予大家体验到时代机体的状况，嘛予少年人知影家己老啊四肢的感觉会是虾米款。是社区跟我们宏大老人福利基金会就合作这个工作营，今年是第六年了，但是今年是第一次跟 Seven 合作，然后我们让五位的海外的青年志工穿着棚主的装备，然后体验老人的退化的不舒服，然后就是今天有在这个 Seven 有闯关的活动，然后让他们去夹茶叶蛋，然后印照片，然后帮我们西施社区的长辈就是量血压，然后就是让他们感受到长辈其实他们老化之后有很多的不方便，然后就是可以结合他们就是实际的去体验长辈的状况。如果无头毛变白，体能变混沌，永远唔知影老，唔知影敬老。唔望更加侪人体验变老，希望社会重视台湾社会高龄化的问题。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那再来，这阵来自彰化甲云林的各种高中生哦，伫咧彰化爱林协会的协助之下，已经开始挑战人生，讲要用十二天的时间，骑着铁马完成870公里的宽带任务。搭上十二天的宽带旅程，即群来自彰化甲云林的学生，伫咧众人的祝福之下，要来挑战宽带任务。主办单位彰化爱林协会表示，伫咧招募今年宽带勇士的过程，特别拜访彰化偏乡学校，嘛亲自了解到偏乡的囡仔虽然有梦想，不过搁较需要有完成梦想的勇气。厝内人甲环境的支持，会当帮助囡仔的梦想行搁较远。借着宽带，互囡仔知影，每一个梦想拢需要有实践的勇气。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鼓励我们孩子要勇敢做梦，那要逐梦踏实哦。那所以我们今年有一个主题叫做为爱被照，为梦想前进。为什么要叫为爱被照？我们要强调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是因为爱而被创造。因为我们知道最近社会有很多儿虐的事件，那很多的青少年他们还来不及长大，所以我们要对这个社会强调说，就透过我们的环岛这样一个行动，我们要来呼吁说，我们的孩子每个人都是为爱被创造，都是有价值的。十二天要骑870公里路程无算短，过程中一群囡仔嘛去拜访台湾各地弱势创业者，分享生命的故事。大专新闻电视梁中华彩虹报道。鹿港一间食品行受到妈祖经妈祖的保庇，生意是做甲真好。即马又开发出专属于妈祖的饼，搁用妈祖福地装起来，广告转来报予乡亲知影。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出门看电影，怕人挤人，怕买不到票，怕看到地雷片，别怕！现在办凯擘大宽屏光纤上网，月租费全额可抵 ，Super MOD 看片金，上千部电影戏剧，让你在家轻松看，免费看，每部都好看。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想看人气最高的戏剧影集，想掌握韩流明星的一举一动，想感受血脉喷张的刺激，每月只要99。你想看的高画质节目都在凯擘大宽屏，办再送超多好礼，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八月起全新四个 HD 频道，加值加量不加价。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专业的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
教活动消息。旧历七月份，民间俗称鬼月，对佛教来讲，算是一个教孝月。源自佛经当中，地藏菩萨超度死去妈妈。另外，在中部地区，江湖财经大会8月23日，将在中华管理体育馆盛大举行，共同祈求社会和谐平安。庄严的敬佛在盛大发挥是彰化县甚至是整个中部地区每一年热天上界重要的宗教盛事之一。主办单位彰化敬佛在盛护持功德会就表示，咱台湾甚至是国际上最近是一直传出重大意外，希望借着敬佛在盛抚慰人心。大会现场也会替不幸的罹难者来祈福。这个会呢，是越来越多人参加，表示说呢，大家对三宝的恭敬不减。反正，那么而且呢，对整个社会的关心啊，对家庭的关心是越来越增加的啊，所以啊，我们在这边要呼吁大家啊，在很多灾难发生的啊这个此时此刻呢，大家一起来行善啊，一起来做善事啊，我们希望呢啊这个啊一灾能够啊这一善能够破九灾。大家一起来。今年中华敬佛在盛大发挥是定在8月23日这礼拜日。主办单位强调，敬佛在盛是一种安定的力量。大发挥之间，也够有大法师现场说法开示，希望来弘扬佛法，宣扬孝道。大中央新闻台记者中华彩虹报道。创意商品有食品业者登记收到鹿港妈祖宫的庇佑，是来开发推出 Q 版的妈祖饼干。外包装哦有 Q 版的妈祖图样，内面饼的口味就敢那古早菜脯饼，蜂蜜芥末在甜甜咸咸的滋味，嘛成为拜拜贡品最佳选择。鹿港妈祖神威显赫，就是受到妈祖的保庇，生意真好。因此，这间食品行的业者是发愿，要来开发出专属于鹿港妈祖点心的饼。他在鹿港开了一间门市，那他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到妈祖的平安的平安饼啊，带着平安的福袋，然后大家一起平平安安的过这样子啊，吃到我们的食品就是代表一个平安顺利的感觉。鹿港天后宫副总干事刘家文表示，蜂蜜芥末口味的饼外形包装真古锥，有印象妈祖甲千里眼顺风耳的 Q 版图样，而且口味更是蜂蜜芥末的，这吃起来甜甜咸咸的，上礼自用拜妈祖拢真适合。今年最红的一个口味就是蜂蜜芥末的一个脆饼，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信众来到鹿港天后宫，来到鹿港拜拜的时候，都可以带一样平安的伴手礼回家，而且这一样伴手礼是非常具有特色，有印有我们鹿港妈祖的一个那个可爱的图形，然后你可以带回家自用送礼两相宜，相信所有的朋友收到都会很喜欢。业者阁把这个包装袋啊做成背包的方式，让这个妈祖饼方便提。目前这个妈祖饼只有鹿港天后宫甲民生路顶悬的饼店才有伫咧卖，消费者会当前往参观选购。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来关心客户各菜市场的交易行情，这总交易量哦，共有60公吨，平均的计销是每公斤35.2元。继续来看这详细交易情形。市瓜啊，上价35，中价18，下价15。各类菜上价42，中价28.9，下价24.6。包心饼啊，上价28，中价24，下价19.9。冬瓜上价23，中价17.9，下价10.9。菜瓜上价60，中价42，下价33。茄仔上价75，中价47，下价30。花椰菜上价47，中价35，下价22。花椰瓜上价97，中价62.9，下价41。苦瓜上价100，中价84，下价32。韭菜花上价90，中价88.5，下价86.7。葱仔上价172，中价153，下价119.9。牛仔上价28，中价20，下价18.9。
天鹅风台哦，强度讲会继续来增强。气象专家就来表示，天鹅拜四会来北转哦，速度同时减慢。气象局就预告，上紧明仔中昼就会来发布这海上的风台警报。礼拜假日两天，卖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东北部甲这中部山区是爱特别注意哦。另外，这几天这各地温度上悬，会来到32度到34度左右哦。无落雨的时阵，感觉是真湿热。以上就是今日8月19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我是林桂英，咱再会。出门看电影怕人挤人，怕买不到票，怕看到地雷片，别怕，现在办凯擘大宽屏光纤上网，月租费全额可抵 Super MOD 看片金，上千部电影戏剧让你在家轻松看，免费看，每部都好看，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想看人气最高的戏剧影集，想掌握韩流明星的一举一动，想感受血脉喷张的刺激，每月只要99。你想看的高画质节目都在凯擘大宽屏，办再送超多好礼，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八月起全新四个 HD 频道，加值加量不加价，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你究竟还在等什么？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录下整套影集，每月只要99元，快拨0809-009-658。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出门看电影怕人挤人，怕买不到票，怕看到地雷片，别怕，现在办凯擘大宽屏光纤上网，月租费全额可抵 Super MOD 看片金，上千部电影戏剧让你在家轻松看，免费看，每部都好看，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专业的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
表示，